他能一锤定音吗？没有问题，这个球一进，他们这场胜利就更加稳了。漂亮的抢断，奋力的将对方这次势在必得的单刀球机会化险为夷，立下战功。哎，刚才打门很果断，球进了。按照目前的情况啊，他们将会夺冠。难怪他们会那么尽情的庆祝，这有。他们马上夺回了球权，又开始进攻了，还没有找到射门的机会，这是个乌龙球啊！雅克尔多起脚打门，这次拦截啊真的非常漂亮，让对手之前的组织全部变得徒劳无功了。这个位置啊已经具有一定威胁了，场上的比分被改写，对手可能的传球路线，他还在继续带球往对方球门，漂亮一脚世界波，技术相当了得，被他们在最后关头成功化解了。好机会，不等皮球落地直接打门，好球，非常精彩的凌空抽射，打得太棒了。